来看看被封印的僵尸会变成什么吧。哎，是两盒卡宝车神重装归来的玩具。首先来看这个白色的机器人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不是机器人吗？怎么变成了一辆救护车呀？看样子需要我们给它变形了。嗯，出生了，这个是急救王力士。这里还有一盒黑色的机器人。哎，快看，一辆超级帅气的黑色警车，而且它还是属于特警之类的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厉害，好像也可以变形呢。那我们一起来试试吧。完成，好酷呀！这个黑色的机器人是特警王天地日。那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喜欢别忘记点赞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